道的也跟你们知道的差不多。那院长他最主要的是关心国民的改革。那至于说选哪一区怎么样，可能还是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差不多哈，可能还是要登记的时候才知道。所以他确定要投入区域立委的选举。应该是要问他本人会比较清楚，可能要得到这些流量的时候才比较清楚。我知道的也是媒体上看到的这些。这个地方就宣传是他可能会有部分区，还是会有到选区？还是我们要等，还是要等国民党表示了才会知道。最近没有联络。对对对，最近都忙着，我自己也要忙着因应可能的出去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今年高雄，我是认为高雄全垒打，国民党。